各位 Gossam 贫道嘅老友记，我个样衰细路 Abraham 亚巴罕家阵喊到 Philly Fair Nick 好似我哋死老豆咁。事关响佛历2557年12月1日礼拜一，我哋泰国东部曼佛帅府 Chonburi 食徒入园 Sathib Sathib铺路塔乱 Plutaluang 第一村门牌495号果间得一层高的木楼，果树是一个贫民骨，督主叫做 Somsak Puangchang 他养了隻马楼叫做 Michael 隻马楼细细个已经拉他养隻我叫做 Samli 好狗老死。果日之后早8点行雷闪电打狗中间屋马楼仔 Michael 本来帮了在屋外边破野子树，他看到间屋起火，架机松开条绳死返入屋上话救隻鹅 Samli 点救之班救火佬用了成粒钟至救熄啲火，成间屋都烧九七撚晒啦。向冲凉房间倒闸马楼 Michael 拉隻鹅 Samli 死埋一对，真係冇阴功。Boss 哥，我西哥大佬，松石光昌，松石光昌先生话撞佢哋响破叶子树下，等佢哋第二世做夫妻咁话喎。